赵薇、佟大为、黄晓明的《横冲直撞好莱坞》马上就要正式公映了。三人昨日又从上海集体转战北京，为该片继续宣传。在北京的这场首映礼上，赵薇、黄晓明的吻戏又被和他们一块演戏的佟大为调侃了一番。小明演的挺轻松的，就又来了一遍。其实感觉他心里是内心都不爱爽。其实爱爽的人应该是我，在他结婚之前最后一次激吻留给了我。你们说这话的时候考虑过 baby 的感受吗？没事， baby 是我们的 baby。 对。看看这佟大为还没说两句呢，赵薇就赶紧上来维护，而黄晓明只能尴尬回应的样子，貌似这场吻戏还真是让人看了会有无限遐想啊。抱着这样的期待，小郭也十分有幸啊，在当天晚上和几位主演以及前来参加首映看片会的徐峥、陶虹夫妇等一块儿看了全片。而那段万人期待的激吻戏出现之后啊，佟大为也向在场媒体小伙伴抱怨道，没想到刚刚仔细看了才发现啊，激吻竟然还是舌吻，这待遇自己都没有，相当激嫉妒啊！刚才有啊，真的有啊！在那之前，我们刚拍完《虎妈猫爸》。哎，你们俩在那戏？假的。拍电视。我们因为拍电视剧都糊弄，拍电影比较认真。对，主要是跟我拍电视剧比较糊弄，跟你拍电影就比较认真。别看大为在这吃醋妒忌黄晓明能够舌吻赵薇，可在小郭看来啊，佟大为这回在片中一点不吃亏啊，因为他角色实在太出彩了，连徐峥都直夸大为演得好。太好看了，我没想到佟大为这么豁得出去，早知道泰囧我就不找宝强了。太厉害了啊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是来跟你度蜜月的吧？开心点呗，你干啥呀？大为出来每个都是笑点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就是这次大为演这个喜剧真的是这么豁得出去。而佟大为的女装扮相更是赢得阅遍无数女神的黄晓明的认可。我们就一块排练，我跟赵薇就从楼梯上下来，就真的就跟镜头里边大家看到一样，我就看着一个女的特别性感，觉得这个屁股扭啊扭啊扭啊扭的，哎，我说这女的身材还挺好的，我说不会是大为吧？我说嘿，大为，他说一回头，干啥呀？对于我来说，最过不去的坎儿是怕我老婆看到。但是当我拍这个戏的第二天，我老婆就去美国探班了。然后这一组戏的时候，她都在那儿，所以不是我，她还拍了。是我发现很喜欢。她还拍了我们俩的合影，姐妹照，所以我就豁得出去了。又酷炫一乐，横冲直撞抢票房啦！北京报道。